各位網友吉祥，我是寶善。今天我們探討一下羊的吉祥文化。羊在中國傳統文化裡面不是只是一個普通的動物，它其實還象徵著的是吉祥。首先我們重溫一下吉祥這個詞先。吉祥按照字面的解釋就是吉利和祥和。在古代這個詞的含義很豐富，說文解字裡面說吉善也，祥福也，即是说呢，吉是代表福善之事，而祥呢就是美好的象征。而有趣的是，在古人的观念里面呢，羊和祥在字面上是通用的。说文解字说羊祥也，所以呢这个是其中一个说羊为什么是古代吉祥的象征呢。羊这种动物在中国的文化里面，由古至今一直都有特殊的地位。在古代，羊代表了善良、美好和仁义，并且承载着人对和谐美好生活的追求。在南朝宋的《元家都命》里面有说，宜侯王大吉羊。汉代的铜器上面更加常见是吉羊、大吉羊的文字装饰。西汉大儒董仲舒他亦都说，羊祥也，故吉礼用之，是有吉祥如意的寓意的。好像在浙江地区过去还有一个风俗，就是嫁娶的时候要买一只羊来送给新郎新娘的，取其吉祥之意。古代宫里面有一种小居叫做羊居，亦都是取祥居之意。汉代还给这个车，就是这个居的驾驶者一个官衔，叫做羊居小吏。羊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之一，无论在西方定是东方，羊和狗都是人类早期的朋友的。中国古代将绵羊和山羊都统称为羊，他们驯化和饲养的历史可能比牛更加悠久。绵羊和山羊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性不同，发展的历史都是有所差异的。但自古以来，他们的肉食和毛皮都是草原各族人民的衣食的主要来源。在《诗经·小雅·毛羊》里面就有，他说，谁为以毛羊，三百为群，以羊来兮，其角岌岌，有这些说话。这首诗在赞颂牛羊繁盛，反映了羊在当时社会里面的重要地位。在古代，羊还是祭祀专用的三牲之一，和牛、马、猪、狗、鸡并称为六畜。在商代后期，羊已经成为了主要祭祀品之一了。甲骨文里面多有关于用羊来祭祀的记载，例如有一次商王出现了耳鸣的现象，他认为是重大事件发生的预兆，可能是祖先有什么提示或者什么惩罚，于是就进行了占卜，并为祖先献上了100只羊作为祭品。原文是这样的，他说，庚戌卜，朕以明，有余于早庚，羊白有用。此外，商代的青铜器里面经常用羊头作为装饰，例如湖南等地出土的四羊方砖等，都是表明了羊在当时社会里面的重要性。羊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面不只是吉祥的象征，还是代表了美、善的品质。在生活里面，人以羊造字，人以羊著词，以羊作文，以羊教化，以羊祝福。亦都很多汉字好像个美字、收、义都是里面有个羊字的，代表了羊就是象征的文化含义。美在小篆时代写的是上羊就下大，说文解字解释，美今也，从羊从大，羊在六畜，主给善也，美与善同意。亦即是说大羊肥美，在六畜里面羊是主要给人提供肉食的，所以就从味觉出发了。美就是甘美，味道好，从而泛指一切事物的美好。甲骨文的美字好像一个人头戴羊角装饰物或者羽毛，
這個是源於原始民族呢戴獸角頭飾以顯示豐富的狩獵成果。古人認為啊，這樣呢就是美了。二節由代表祭祀的羊和代表兵器的我或者歌字所組成的，象徵著威儀和正義。在莊嚴肅穆的活動裏面，武器的出現呢就是為了增強這個儀式感。中庸解釋義為儀也，即是按身份和場合做適當的事，例如在祭祀的時候恭敬嚴肅儀表端莊，就是義的本意。祥字在金文裏面就表示了吉祥，因為和祭祀活動相關，後來在陽字的旁邊加上個士，就成為今日的祥字。而善亦作善，主要由陽和言字所組成，無論怎樣寫呢，善呢都是左右對稱的，代表了公平公正，原意呢就是吉祥的言辭，後來擴展到一切美好的事物和德行。仰和讓呢都是以仰為聲符的常用字，仰以食為形符，原意為供養餵養，後來就引申至心靈層面的修養以及動植物的培養。仰呢本指是心有憂慮，後來呢又擴大指疾病，因此就會有別來無恙。除了是問人家最近過得好不好之外，還有關心人家身心靈的狀況的意思，是一句很温暖的問候來的。羊的單純善良、溫順弱小的性格經常被運用到詞語當中，例如羊羔貴乳就是出自這個古訓的增廣言文，它是羊有貴乳之恩，鴨有反哺之義。羔羊的貴乳是被人家賦予了至孝和知禮的意義，素絲羔羊就是用羔羊的皮和素色的絲的潔白來比喻做官的清淨廉潔。羊都經常出現在文學作品裡面的，《山海經》裡面就有不少就似羊非羊的怪獸，而寫羊入詩詞的名人都不少，例如詩人陸游不單止愛羊，還懂得養羊。他在《牧羊歌》裡面就提到養羊之法，他說牧羊忌太早，太早羊節傷，一羊病尚可，舉群無全羊。而文天祥在《詠羊》的詩裡面就將羊比喻成一個學識淵博、溫文儒雅的長言主簿。長言主簿有佳名，焚首游牧似雪明，牽引駕居如慧界，斥教起石善初平，出刀不失成君意，貴乳能知報母情，千載空勞多牧養，堅持苦節寒素慶。總而言之，在我們的傳統文化裏，羊不單止是一種動物，就更加是吉祥的象徵。羊代表了和平、善良、美好、知仁、知義、知禮等美善的含義。希望呢通過今日的分享，大家會對羊這個吉祥文化有更深的了解，以及感受其中的趣味和智慧。最後呢，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過你身邊有什麼關於羊的飾物呢，或者故事呢？留言和我們分享一下你的發現，讓我們一起討論和欣賞羊的魅力。還有呢，下次和朋友見面，除了講吉祥之外，還可以加多一句別來無恙嗎？我是寶善，我們下集再見，拜拜。